给你扎头发好不好？佩奇，刷牙洗脸了。班丁，早上好。彪哥在煮面，待会我吃了面就下去惠州了。鸡蛋面呢？简单又方便，可以了，有的吃都不错了。好吃吗？你老爸煮的哇。嗯。吃饱点啊。你知道我要去惠州了是不是？过几天我再回来。过几天啊。过几天要带哥哥姐姐要下去咯。加好多豆子了。今天时间比较赶哦，因为昨天休息回家了。订单堆在一起，然后做多也做不了多，所以时间要紧凑一点。有一些订单要推到明天了，毕竟我跟阿婷两个人一起出单嘛。出锅了，出锅了，锅仔糕蒸好了。因为有水分了，所以要抖一下，倒蒸水比较多。哎呀，好亮哦，你看多漂亮啊，我们蒸的钵仔糕。应该今天的订单还不够哦，所以呢晚一点还要加多一锅才行，因为我们还要另外冰一下，有一些寄出去的要提前冰才可以哦，冰一下比较硬，保持一下糕点的新鲜度。糯米鸡已经蒸好了，还热乎乎的，要慢慢让它放凉，没那么快。好了，已经忙完了，忙了一个上午了，刚从家里过来，赶过来就一直都在忙，因为糕点现在还热嘛，晚点再打包。哇，好像天黑了哇，好像要下大雨。对哦，整个天黑了，但是又出很大的大太阳。好黑哦，那边不是哦。对，我要赶紧要现在要去曾姐那里了，因为有朋友跟她买了一些姜枣茶，所以呢现在过去曾姐那里。阿婷，那我走了，晚点再过来哈，打包的时候。哇，好晒呀，一到了夏天就是这样啊。曾姐要带外孙了，咁大张床哦。靓我对鞋，你看我的鞋，哎呀，烂咗了，帮你推烂咗。系啊，珍姐帮我嘅电动车推上去，要落大雨咯，下大雨了，下大雨了。还要吗？搞搞搞搞搞！你看你自己舍不舍得咯？珍姐还不舍得扔哦。好黑啊！又下雨了，你要不要加油？我的鞋子也很旧了，不过我的脚跟珍姐一样，都是很小，她33，她34。我差不多34吧，一样好嘛。我35又系着，我35就着唔稳嘛，粒针嘅着唔稳嘅，会掉跟的，所以我的鞋子全部都是加了这个鞋垫，你看全部都加了鞋垫才不会掉跟，也那个鞋窄咯，脚太小了穿不了。哇，煮的好丰富啊，酿苦瓜，还有这里猪红，焖猪红。还特意给我焖蛋咯，又我帮忙看孩子，孩子在睡觉了，他们两夫妻在忙了。曾姐买的鞋子到了，34码。哇，好精致哦。嗯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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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巧好舒服啊。好巧，对，不错不错。不错不错，买那种薄的那个垫子嘛。对啊。对，要买一张那个薄的哦。收拾一下桌子，准备吃饭咯。稳着张腿，给脸哦哈。先吃饭啦！哇，都是我喜欢吃的菜哦，真的好幸福啊！每次来都有饭菜煮好给我吃，仲有个酿苦瓜，哇，太多了。干杯了，干。哎呀，干杯，这么快干杯了、我们已经吃饱饭了，现在跟曾姐参与一起打粉，帮忙弄一下。
这个姜是晒干的，这个姜很亮的哦。来，这个这种够辣，这种姜很老的，这种要放很多姜哦。够了，先打姜哦哈。先打姜。对，因为姜要打加多一点。晒吗？呢啲啊？那要打晒的，要打完哦。这里一桶姜哦。珍姐说卖我的朋友这些网友这些，所以要多加一些姜，辣去湿效果会比较好一点。很多像这种体寒的呀，就喝这种会比较合适。像现在三伏天哦，喝这个是最好了。三伏天去湿排毒。珍姐的这个真的是真材实料啊。他有一个朋友跟他买哦，买来卖多少钱啊？卖八十八。卖八十八。哦，外面卖的好贵哦，像他这个料那么足，食材都是很好的。嗯，我们就卖的便宜，按照珍姐的价卖58元一斤，还包邮，少挣一点，薄利多销。有需要的可以找我们哦。你看珍姐打的这个，好多姜啊。晒两边就够了，珍姐说如果晒太多的话就怕把那些精华晒出来就不好了。晒一下这个姜丝，哇真的好辣哦。嗯，好劲的。哦，好劲哦这个。嗯，环卫叔叔干活干累了，我们给他接点水喝，因为现在天气太热了。等一下，给我嘛，给我嘛，给我了啊。喝了。啊，放这里。你哪里人啊？说拿一块西瓜给这个环卫工人叔叔吃，解渴。嗯，这很多杯子。打出来的粉很热的哦。打好的姜粉铺在底下，然后上面加枸杞。红枣加好多，这枸杞都是最亮的，你看超级大颗。诶，嗯，继续加。对，继续加，继续加，继续加，加了好多了，看珍姐加了又加，你的粉丝哦，太给力了。阿姨抱你啊，外婆冲奶奶，吃烧鸡了哦。姜粉打好了，要放在这里吹一下，要冷一下才能装瓶子哦，对吧？哎，拿起来喝啊，手会不会抓？唔出个流阿杰咧，你要哪个？哎，流啦，我教佢嘛，对，要教一下自己抓。哎，对了啊，嗯，棒棒。对，要自己捧起来，嗯，系都得啦，系放放放，企起嚟啊，你企起嚟点？太紧唔得嘅，诶系咯。小孩子又要睡觉咯。你咪话你识嘅咩？已经太凉了，现在装入瓶子里面。